那停下来没电了。对。嗯，跟你的手机长蛮像，哦，跟小春的手机长蛮像。必须的。我都感觉有点用过了，身上都有手指印。不是贴了张纸啊，我以为后面是那种马赛克的 feel。是那个 glass 的。哦哦 ，glass 里面是马赛克，我以为是马赛克的 feel， 我还想那个摸起来蛮爽。马老板打个招呼，我们去那个T-Mobile 换张卡。对啊，我刚刚就跟他说你挂了。没有，他五分钟就到家了，我们在那等一会儿。那么等他来一块去吗？对，走，然后就到进去。你现在到云霄车停不进去了，你就在这等他一下吧。OK。蛮轻的。嗯。跟我比哪个轻啊？我那个挺重的，我这个没有，我这个重，我加了个壳。对啊，我这个重的。挺轻的。不会是轻的。蛮轻。就一个手机，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，耳机也没了。耳机没了，没耳机。充电器总有的了，有的，够小的。你这个东西没有电，必须要充啊！你现在没有电。English United States start. 去买个壳，你贴个膜吗？膜就不买了，这东西理科生也买不到。出来没多长时间。上面贴了张纸，挺厉害。那个小猪号码多少？那老板家叫什么名字 ？I guess 波波。密码是多少？密码不知道。我来。它应该自动存在，在这就能收到啊。嗯，那咋的？我们好短，开不起来。这一会儿就到了吧，五分钟。就开出去，不用停。我不怕说的，这个小猪。他电话吗？还是？4132885131。Not in range, 哪有信号那么好？我靠！刚才就有。你往上开一点。哎，这个车，哦，它也会溜的，溜也会溜的，只不过它溜的少一点，溜的慢一点。嗯。可以的，已经有了。Made in Korea。加了个 roof rack。嗯。马老板到了。你就别停进去了。我停了。你不是要去百思吧？嗯。那停进去。
这个东西怎么搞啊？啊？要装起来吗？还是充电？你也有快递啊？手机啊？这么爽的？它有那个 package 啊？放一下，放放里面吧。好冷，盒子给你放里面。camera 都在里面，正在充电，然后把那个架子拿下来。我们再见。我们搜一下那个 T-Mobile。Best Buy 没的吗？不知道。不然就去那天那个 mall 里肯定有的。不是就在家旁边？不远。啊？这样就一定要定的了，不定不行。这网上就便宜，便宜到就挺好的。这还有不一样的？对呀、啊，在网上这样。没事，我等你啊，你去弄吧，等你就行。哎，没问题。好，等一下我帮你拉。你得知道哪个是他们家的。哎、对，哪个是你家的？它上面写数字嘛。上面写数字嘛。哪个是你的？二啊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在 Bellevue Square， 他不是要买 iPhone 去吗？应该也是那个店。对啊，就是那天我们去的那种。我们去要搬垃圾桶。有意思。你开后面的门。你把这个放后面去。啊。这个放到车后面去。你那一袋要放后面去吗？对啊，都放后面去。雨伞也放后面去。还有一袋吃的，哎呦，又放后面去了。在这里面 ，camera 在这里面充电，没有在那里面，在这个箱子里。雨伞。
里面，晚上好。要不然那就好。对，那就。